我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上这个 Roll Academy 的第一堂课，基隆的第一个班第一群，那未来我们会有更多。这个 program 呢，过去呢是由这个威盛跟宏达电，这是台湾著名的企业所赞助的一个实验室。上这个课，最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会颁发给各位一个他们完整的 Computer Science School 电脑计算学院 Robotics 的一个毕业证书，把最好的学习的状态拿出来，然后获得最多，拿到证书后对各位有实际的帮助。Alan, 可以听到我的说话吗？听到。Okay, I finally made it. Yeah, so I'm very glad to see you. Okay, I was just addressing my students how happy I am to deliver this class to them through your help. 所以在这边先跟你献上一个很诚挚的感谢。Thank you for sharing this program to the students of Jurong High School.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能够和我们可以连线，然后建立这个非常强的 STEM program， 然后还有同学都努力的能够度过这个非常圆满的时间吧。好，谢谢你 Alan， 那我们这边都非常开心，我们就正式开始吧。会想要参与这个计划，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课程，然后也跟写程式有关。我希望我以后大学可以走资工系，这种特殊的经验也可以帮助我审查资料的时候可以撰写的。所以我觉得同一届的人里面，如果一样要选那个系的话，我会特别的加分，因为其他人都没有。还蛮不错的，就是老师很细心的在教导，然后我其实对 Python 其实就是略懂一点点而已，所以在这堂课程老师刚也很详细的告诉我，然后同学在旁边也可以帮忙互帮互助的帮忙去学习询问别人啊这样子，而且我看到很多人的笔记都非常的满。